用你自己的身体向前压出去，去到尽，伸住手 ，OK， 大家听人都知，好预备，好企稳，所以冇長度啱啱好嘅，入去咧，睇到隻手。
住一本書話，就係你嘅手同你嘅劍係長度永遠冇得變，因為係你自己嘅。明白？即係頭先我打嘅力度就喺個人身上。呢個長度係冇得變嘅，呢個劍係冇得變的。變嘅只係你嘅身位，你入身嘅方法同位置係可以入啲啊，又出啲，呢個先係最緊要嘅。所以做的時間在這個位置裡面，你入了去之後，我入去的時候一直好像把劍尖指住你的眼，對內入入都盡，我 PK 了，即當我 PK 劍出去的時候，我沒辦法出腳打我自己，我剎那先出手打我都沒事，接擊的時候盡量接多一些不要緊，最初學的時候盡量將盤推多一些，令到自己的力氣用多啲，咁你頭先用個身體掹出嚟，唔係用右手嚟掹左手，左手右腳將自己成為一個三角形，一個三角形個力度就好似個尖刀咁樣嘅力度係切出嚟。如果唔係咁嘅時間咧，即係錯力啊 ，OK？ 所以整個力度就係好平均咁樣嘅三角形嘅，係咪？所以你推出嘅時候亦都係一樣，喺度入去。好嘅，一路嚟到呢度進，明白？你認為進啦，你就出腳、出手係同一時間快啲 ，OK？ 好，一二三次。